57/8，迈步向前，全舞4个8拍，四面墙的舞，前奏4个8拍，如果重音起跳2个8拍。那这条舞有3次的加拍跟1次的 restart。我们现在来分解，重心脚在右脚，左脚起步，做一个踏转踏，右转180。前左脚前踏，右转180，左脚前踏，再做一个踏转踏，左转90，右脚前踏，左转90，右脚前交叉踏，左脚左鞋前踏，做一个两个脚跟提起来向左回正，左脚踢取，再做一个后踏交叉。第2个8拍，做一个凹凹，右左。做一个右追步踏踢踏，再来我要做一个变奏的爵士方块，左转90，左脚前交叉，左转90，右脚后踏侧踏，然后右脚脚跟擦踢，再做一个前左步前左步。第3个8拍，做一个点点踏，点点踏，右边对侧的一样，点点。踏，左脚前交叉，后踏侧踏，做一个交叉交叉步。第4个8拍，我要做点踏加虚拟，左脚点踏加虚拟，右脚交叉点踏加虚拟，做一个左脚的侧层回复，要右转90前踏，再做2个连续的左步。右左各一次，中间不提，前锁步，前锁步，右脚前踏。我们现在来数拍，重心右脚，5、6开始，1+2，3+4，5+6+7+8，2+2。3+4，5+6+7+8，3+2，3+4，5+6+7+8，4+2+3+4，5+6+7+8。这条舞有3次的加拍，在第一面墙结束。第二面墙结束，第三面墙跳2个8拍以后，会做一个加拍，然后 restart 从头跳。我们先来分解这8拍的加拍。重心右脚、左脚做一个前半、前回后，做一个配海岸、配地前。左脚左前踏，做推腿，左右左，右脚右前前踏，一样做3次。右左右，我们数拍，1+2+3+4+5+6+7+8。那我们先来示范第三面墙，第三面墙跳完2个8拍以后，会做一个加拍，然后 restart 从头跳。那第三面墙是在6点钟的方向，我们从头开始跳。1+2+3+4+5+6+7+8，2+2+3+4+5+6+7+8。我做加拍，1+2+3+4+5+6+7+8。Restart。